这个球刘世博也出了问题，621的门将替代，这个球伤眼。再来看传起来，没有想好用什么部位去截停皮球。当然也赶上曼佐基左脚啊也没打准。今天这个比赛，一是天气，二是场地。林安明边路突破传起来，看落点滑倒了，头球攻门又变线，头球没有盯远。郝俊敏杀进来，再交直接传头球，